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粮食小弟。小弟今天又来分享收获了。哦，好几天没出太阳了，今天天气真的特别的好，终于出太阳了。今天呢，上面我堂弟家，去刘伯那边拉那些材料了。现在，已经到了，我呢现在准备开始去帮忙下那些材料。妹妹呢刚刚已经去了，姐姐呢，今天在家洗孩子的衣服啊。我呢现在开始出发，看好几天没出太阳了，今天人都出来晒太阳了。我呢现在开始出发了，那些材料马上就到了啊。妹妹呢刚已经到那里了，我呢现在开始背这两个筐去那里装那些东西。呀，来了来了，看到那里了，马上又到了。哇，这么大一车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下网。来了来了，哎，妹妹也在那里拍视频。哇，好大一车哦。耶。哇哦，这么大一车，现在准备开始下了啊！现在只有我们两三个人，别人的话可能一会儿再来帮忙。哇，全是干鸡。上次是一面风的。加油！现在把这个木材搬到那下面去。现在开始下这些干鸡，还有板桥粉，还有很多块。那些门和那些木头全部都已经下完了，现在人都已经拉完了，看，大家都现在坐在这里休息一下再下吧。还有很多，现在开始下了啊。这是真的特别的重，放到那边那个地方去。嗨，现在呢准备开始下这些水泥了啊。刚刚那些呢都已经下完了，现在呢只有这些了。嗨，这些呢全部都倒出来，现在呢开始车呢开到那边转回来，然后再下这些啊。看我侄子，我俩一起坐在这里。可以了，可以开回去了啊。这样像真的太方便了。啊，咱的面道，咱狗日的，啥石头都送，狗比狗多。我没得了，行不个，狗狗人行个。现在下午五点多了，可能六点左右才能下完了啊。车里面还有这么多。现在开始倒这些了，这些全部都倒下来，然后就放到这上面去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现在开始把这个放到这下面去啊。泼泼泼泼来喽。哇哦，哇，
我们吃的。哦，一只。哦，半腰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俺就说，我最你记住么子。刚刚那样滑，然后袋子都泡完了，所以现在人工背下去，太重了。哎呀，终于下完了，哇，看全身都是水泥。现在呢，准备开始去坦丁家吃饭了啊。累了一天了，现在下午已经6点多了，哎呦，辛苦大家了，哎。现在呢，准备开始去洗头了，我也明天就回来了。哎呀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，拜拜。